我原本以为不太需要做这些嗯，闯大祸人。I don't know. 反正我上一支影片呢，如果你还看了或者还没看的话，其实标题就写说这一切都是假的。那一支影片就是 in spirit of 愚人节 April Fools，想说拍一个影片跟大家娱乐一下，因为我真的是觉得没有人会被骗到，因为我相信，只要是我们 Fuller Family 有看过这件影片的话，很明显，我是一直在拿边，我是美国人，一直拿着美国护照，然后好多个漏点我故意放的，你知道？就马来西亚的护照，我把它打开之后，那个照片是 Jamie 的照片，right？然后我还有说什么？哦，情侣这件事情，如果不是情侣的话，应该不能让这样爆吧？你有整天在放闪，如果友情的拥抱啊！真的看过这些影片的话，应该完全不会相信，所以我很难相信会有人真的被骗到，除非是刚好路过的。我相信只要有看过这些影片，完全你们懂这个整个 joke。然后我是希望你看到我们是在憋笑的，因为我其实 NG 蛮多次，可以放一些 NG 片段。我想说一定要做这个解释影片，因为拍完这个影片上传之后，马上电话来了，妈妈。你搞什么啊？就是他想说你都忘记你自己是哪里人了，然后他很生气，因为他担心大家会误会。那我就是跟他讲说，很明显的，真正看过影片的人完全不会误会。但为了避免一些误会，还是跟大家讲一下。So, April Fools，愚人节快乐！愚人节快乐！虽然我们晚了一天，我连在影片里都说这一支影片很想要在昨天播，但是我们太忙了，所以没办法，还是拍了。So, 太忙了。Sorry，之后有大 surprise 要跟你们分享。That's why. And I guess 我们该解释解释啊。另外想跟你们顺便分享，还有一个 surprise 就是我收尖尖。到 YouTube 的信了，噔噔噔噔噔噔噔，那我还没有看，但是我大概猜测它是我们 Full Family 100K。订阅的那个奖牌，打开看看啊帅气的开。See the power of Fuller Family. Oh, here we go, here we go. 噔噔噔噔，有一封信，我不确定写什么，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保密的东西，不太能给大家看。You've just done something a few YouTubers accomplished. 他在赞你，哦，而且还是 CEO，有 CEO 的签名。CEO，oh yeah, oh yeah. Wow, here we are, here we are. Presented to Foo Love for passing 100K subscribers. 哎呦，等等等等，你们没事吧？没事吧？拿走。可不要跌倒喽！还有包装。来，来来来，You guys are first to see. 叮叮叮，好亮。都照到相机了。对啊。来，我代表 CEO 颁奖给你。谢谢，谢谢。Couldn't have done it without our Fuller family. 实至名归。We are our strongest family. That's about it. 就想跟你们分享这个。有没有说一些得奖感言？好随便哦。有，我就不会太说话这些话嘛。至少要流一点眼泪啊。这时候再流眼泪就已经太晚太假了。真的是很开心，有一些 Fuller family 是从一开始就跟着我这个旅程的。人家看你的180天都看完了。那个之前就有一些人就已经关注了，那时候大概每一支影片有40-50个 views，偶尔会有人留言，然后他是固定的，每一个都来留言说，真的很谢谢你们。如果从那个时候看到现在，那如果是这中间加入的，也是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因为 you're part of the family，因为有你们才会 reach 到这样子，and 我们的 family 只会继续的 grow。我们继续拍更多影片。现在有 Jamie and our Fuller family，你有个人很多人是特地来看你的，you know？ And so thank you all, I love you. And 下一站 1 million plaque。Wow, nice. All right, 就 basically 解释一下上一支影片 ，and congratulations, love you all. That's it. 放一些 NG 片段。Full of family.
笑笑个屁啊你！我们已经被时间了，赶快啊！赶快！哦 ，OK OK， 你这样我啊，大家都已经，我们要跟大家很认真的说一段话，到马来西亚各种不同的地方，让大家知道马来西亚的美。然后我就想说。给我认真一点，赶快。OK OK， 哇 ，Feel Family， 有一件事，笑死我了，已经没时间了。